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4.8 卡池终于确定，申鶴再次延期，稻妻混池納塔开启，原神 4.8 卡池大反转，夜蘭插隊，调香师0命完全体，强度不输水龙。早期的消息中，4月8日卡池复刻的角色大概率是在纳维亚、尼鲁、申鶴、莱欧斯利之中选择，而最新的小道消息来看， 4.8 卡池复刻的角色发生了大反转，分别是纳维亚、尼鲁、夜蓝、艾梅利埃。好家伙，先不管真假，变化还是比较大的，其中莱欧斯利或申鶴没了，夜蓝这次插队是让人没有想到的。而说起4月8日卡池新五星角色艾梅利埃，该角色的 V3 技能改动也来了，简单来说，艾梅利埃又加强了，而且加强的还比较多，大招伤害翻了快一倍了。就目前艾梅利埃的强度来看，没准会是火之国纳塔不可缺少的插件，作为封单版本的最后一个角色，艾梅利埃的数值还是美的。总的来说，艾梅利埃0命完全体，4命逆天，提升非常恐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4.8 版本中，除了两款新皮肤的上线外，还会送一只起凉凉，大家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原神4月8日卡池终于确定，申鶴再次延期，稻妻混池納塔开启， 4.8 新翅膀。话说这样一对比，看起来有点看着像是兄妹，而且从表情上看，福宁娜表情有些捉急，看来还是被纳维吃得死死的。两只海鲜给福宁娜出谋划策，福宁娜不知道该听谁的了。纳维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，海马好像想偷看纳维的牌，举报海威马夫人偷看。有关日服恋人日观图，话说日本到底过几个情人节？不过我粉狐狸底子就是好。 4.8 除了新增名片之外，还将新增一款联动新翅膀，代码名 Grand Entrance，需要联动获得，目前没有图片，不过从 KFC 7月联动的名片来看，妥妥的黑红翅膀配色了，而且大概率是适配仆人林尼的。有关 4.8 新增游记效果，起凉凉这个最显眼，其他的太亮了，还是颜色太淡了，和环境混一起了。上线前还可以改良改良，期待其他角色的获取方式，需要角色满级好感度8以上，用那个角色做完挑战就能拿。话说是不是明年海灯节该七七出皮肤了？这五个人只有七七没皮肤，起凉凉、卢老叶、秦团长、灵光都有皮肤了。有关内鬼对纳塔版本的最新爆料，第一，纳塔 5.2 版本基本制作完毕，第二，艾梅利埃队友在纳塔，第三，纳塔地图有百分比扣血环境，生命值体系在这个环境里白猪都奶不回来，第四，男性活法师三个月前已经制作完成，第五，地图有点难跑，但是有新的交通工具，第六，原神策划从不看社区舆论反馈，看反馈的主要途径是调查问卷，所以迄今为止的优化修改都是调查问卷上反馈的慢慢改的。对于备受关注的 4.8 卡池，十分有战绩的内鬼透露，假设一个角色出了皮肤，却可能几个版本都不复刻它，怎么看这种事情？这么一来，显然 4.8 卡池就是莱欧加调香师、尼路加纳维亚了。至于申鶴也是没办法的事，灵华使用率已经下滑成啥了，莱欧带申鶴吗？不如玩燃烧莱欧，感觉没必要单占一个池子进混池是最合理的，这就怪策划不给自己留后路吧。 4.8 是避开混池的，甘与星海这俩能进混池的老东西就不用来决战了，不复刻大家也心里有数，肯定是混池了。但是申鶴你现在不复刻真不知道打算拖到什么时候。 4.8 离月混池之后，那稻妻估计也就在纳塔前半段会。